耶，进步很多，就是他的动作跟躯干的力气，就是明显的有进步。我要爸爸。还要马上干嘛？起来认妹妹的场。马术治疗就是可以透过它来让小孩子同时间又有身心灵的疗愈，就是在很自然的状况之下，它又可以是一个做一个复健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。医院的治疗比较制式，就是可能是他要做这个做那个，就是一步一步，然后规律性的在做。那马术这样是比较人性，就是老师陪，然后陪他聊天，然后又在这个中间他可以有大量的运动，然后也是很辛苦的运动，所以我觉得很不错。对骑完马的情绪那些都是正面的回馈，因为他很喜欢来骑马，然后骑完马他也很喜欢去跟马互动，所以他其实来这一趟他每个礼拜都是很高兴的。几个人